张小戴在最后一球的部分吊小球没有过网，所以最后由陈宇飞中国大陆拿下21分，第三局21-18，极为差距非常小的这场比赛，由中国大陆陈宇飞顺利拿下。我们还是恭喜他，因为他是一个可敬的对手，在多次的发球跟杀球的状态都可以看得出来，很犀利，很厉害。小戴的确遇到一个很硬的场仗。那现在的状态，我说真的很可惜，我也说不出什么话来，因为这个不是说实力悬殊太大或者是怎么样，这真的只差那么一点点，进到第三局的差三球，真的差三球。如果少三球，真的是一个极致的表现了。我们还是非常精彩的看完了这一场比赛。比赛过程真精彩啦，啊，毋过咱嘛是可惜咱输呀，嘿啊，对啊，啊，同款啊，就是精彩好球啦，嘿。其实今仔是迄个陈宇辉拍了非常好啦，因为一挂球啊，当然伊拍了好，会造成安尼，压迫性较大，所以安就会失误较济啊，对啊。这是因为这球赛就是人啊表现好啊，安拄啊好，迄落无度去家压制着。因为我感觉今仔日一挂球已经死球啊，毋过伊拢阁有法度去家己捡着，所以安着无法度嘿。比赛的内容是伫分寸之间呐，毋过就是按伊对球的今仔日诶，算讲伊伫最后一拍的处理吼，譬如讲家己压迫着啊，毋过伊拢阁有法度去捡着啊，离后壁先。即一般也以往咧看，伊应该是死球的物件，不过伊的对方安尼，对手伊的表现真好啊，嘿啊，所以伊就是今仔日就是会赢，嘿。安是拍99年，今仔无冠军嘛，所以安就不完美，啊，就是差一丝啦，嘿。